龙力备至，信仰双击。各位在线观看 ROG 魔霸五二新品品鉴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奥拉朱旺。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开箱一款万众期待的游戏本新品。既然是 ROG 的重磅产品，又是旗舰级的 AMD Advantage 游戏笔记本首秀，所以说我也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和我一起开箱，先和屏幕前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好，大家好，我是华硕电脑中国业务总部游戏产品经理刘希元。大家好，我是 AMD 高级产品市场经理廖金宁啊，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在这里和朱王希元一起来把采用 AMD 最新技术的旗舰新品推荐给大家。好的，那在开箱前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二位啊，这用户已经非常熟悉 AMD 处理器和显卡了，那么 AMD Advantage 游戏本究竟是什么呢？它能够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呢？其实对于 AMD 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定义出新的出色的游戏本的体验标准啊。而 AMD 的 Vantage 就是我们对于游戏本的一个新的设计框架啊。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厂商包括 ROG 一起去研发一款符合游戏玩家的一款非常棒的游戏本。而这个标准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游戏性能方面，它覆盖很多方面，比如说在游戏的散热呀、声学呀、包括启动时间呀、续航时间呀，在各个方面都有它自己的定义，它是一个全方位定义的一个 AMD Advantage 笔记本电脑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应该是采用 AMD 目前最高档次的旗舰这个硬件，就是 CPU 啊，用的是 AMD 锐龙9 5900HX 啊，而显卡呢用的是 AMD目前最顶级的移动显卡 AMD Radeon 的 RX6800M 的显卡，所以呢应该是最极致的能体现出 AMD Advantage 这种设计理念的产品。没错，就像刚才廖经理所谈到的，我们一台好的游戏本并不只是某一方面特别突出，而是应该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极致。那么这呢就和我们 ROG 的产品理念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致了。ROG 魔霸 5R 是目前市场上采用最强的 AMD 移动显卡和 AMD 移动处理器的游戏本。那么这款新品在性能、散热以及产品的设计，甚至说在外包装上都融入了非常多的新想法和新思路。我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款产品了。确实啊，那看得出两位都非常迫切又信心满满啊。那先别急， ROG 的新品开箱老规矩，开场先送福利。第一轮的奖品是 ROG 的刀锋 U 盘三个，观看 B 站的网友们现在赶快发送弹幕 ROG 魔霸 5R， 我们将在次日 B 站 ROG 玩家国度官方 UP 动态中公布中奖名单。再重复一遍啊，赶快发送弹幕 ROG 魔霸 5R 参与抽奖，奖品是 ROG 刀锋 U 盘。好了，那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和我一样迫不及待了，那不如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开箱吧。对，我们先看产品。好，那我们首先来打开这个最外面的运输箱啊。哎，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箱子，这是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小箱子。那这个小的应该就是有个电源适配器在里面，对，是吧？那我们先拿出这个大的笔记本的箱子。这个包装箱其实我想给大家来重点展示一下，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新颖。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镂空的设计，摄影师可以给个特写。我们这里直接可以看到 airbag， 也就是这个空气的这个安全气柱啊，上面也有印了一行字，叫做什么 "For those who dare" 啊，这句标语非常霸气啊。那上面这里的提手，哎，也是经过了改良。首先材质呢，不像传统的包装那样是塑料，那种塑料的话是又细又勒手的。那么这个手提的话，其实是像是那个尼龙的材质，还可以调节松紧度。这边是可以拉开然后再放松一点啊。如果说你冬天戴着棉手套也可以放宽起来啊，用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了。那包装盒的正面，哎，有大大的这个罗马数字 3R， 非常醒目啊。我想问一下希元，这个代表的什么意思呢？那么 3R 嘛，其实大家如果熟悉 AMD 产品的话应该会很好猜，要不朱王你先猜一下啊。那我就大胆猜了啊。那个首先这个我们的品牌是 ROG 嘛，这个 ROG 的首字母 R 我觉得应该就占一个。对，没错。然后呢AMD 的这个处理器叫做锐龙，锐龙的英文是，对，锐龙也是 R。对，也是 R 啊，它的首字母也是 R。
那么这次其实我们最新的一个硬件就是我们的用了这个 Radeon 的显卡，对 Radeon 的首字母也是 R， 所以说这个是三 R 的意思。对，没错，非常正确啊。所以说我们这款摩霸 5R 的产品命名也突出了字母 R， 那么大家在搜索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好的辨别。行啊，那我们就将这个包装盒打开，将机器这个取出来。可以看到这个安全气柱上也是印有这个 3R 的 logo 的，这细节处理的非常到位。那作为开箱来讲，这个仪式感肯定是拉满。行，那么注意下方这个隔层里其实也是有配件。哇，还有东西是吧？对对对，可以看到它其实有这个不同颜色可更换的信仰徽章。那如果说您购买了摩霸 5R 也别忘记取出来。这里面除了信仰徽章以外还有这个说明书啊，对，然后包括对这个就没有了，然后包括我们刚才的小箱子里面也有它的一个电源适配器。好，电源适配器，最后我们把机器取出来。哎，这个机器给我上手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啊，就是它的这个重量和体积都很克制。是我们这台15寸的摩霸 5R 呢，重量是大约 2.4 千克，那么体积呢相比前一代的机型我们缩小了大约 7%。 啊，行啊，我发现这款摩霸 5R 其实有很多小细节，这需要 ROG 的产品经理来给咱们来详细解读一下。这外观部分咱们一块来吧。 好，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摩霸 5R 的外观设计。我们从 A 面开始啊，我们 A 面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黑色磨砂的表面处理，那么质感是非常出色的。是的，那么表面呢还有一层纳米涂层的工艺，可以增加表面的一定的强度。我们 ROG 的粉丝们啊，其实一眼就能看出啊，我们采用了这个经典的斜切式的设计。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下方是有这个 ROG 字母组成的点阵，那么让整个 A 面看上去非常有动感。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个另外一边啊，下面另外一边有一个 AMD 的 logo 啊，非常显眼，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是我还是真没想到啊，直接把 AMD 的 logo 放在了 A 面，这我觉得 A 范们应该会非常喜欢啊。那么这个 AMD logo 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彩蛋设计啊，这里需要给镜头给到一个微距特写啊。其实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三组数字啊 ,18,15,07。还有这个011304，还有2006。那么既然是 AMD logo 旁边的彩蛋，其实我也想请廖经理来猜一下这个含义。嗯，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难猜啊，就是就从这个011304这一组来开始猜起，因为01嘛就是第一号嘛，如果是英文字母第一号是 A， 对吧？对 A， 我对这个比较敏感。那04呢 ABCDD 是吧，那中间就是 M 了嘛，所以这一行肯定就是 AMD 是吧。哎，没错。嗯，而在上面呢我们再看同样三个字嘛，我应该就是 ROG 吧，对吧？对对，非常正确。哎，就是真的满满的这个心意。嗯，非常正确啊。那么廖经理说了上面两个，那我就来说一下第三个。2006呢就是我们 ROG 品牌的创始时间。嗯，又是 AMD 的 logo， 又是32的 logo， 还有数字彩蛋，我感觉 ROG 这次产品团队在设计这款产品时满满都是爱意啊，甚至有些那什么的味道了，嗯，是吧？对，而且刚才看到包装箱上还也有这个 logo。 对，没错没错，是的。那么大家我们看完了这边 A 面的一侧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A 面的另外一侧。我们这边有一个红色的信仰徽章，它是一个破例红的颜色，上面同时也有这个 3R 的文字设计。那么我们摩霸 5R 呢同时还附赠了战魂黑和星腿银另外两个颜色的信仰徽章，主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信仰徽章呢是我们用户可以自行更换的，我们来试试。可以啊，行，那我们换个颜色上去看一下。只要把它这样向左边一拉就可以取下来了。哇，这个很方便啊，是吧？嗯，哎，这个换成银色的，银色的非常亮，然后还可以把它换成这个黑色的。对，我们黑色有一个半透明的设计，换上去这个科技感十足。嗯，确实。哎，那我想提用户问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比巴 ROG 粉丝经常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的颜色可不可以发光？这个眼睛，这个眼睛 A 面这个 ROG logo 是可以发光的，我们是发出白色的光。好的。好，那么看完大家都关注的这个 A 面啊，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这个地面。我们地面有非常
大面积的脚垫啊，可以看到在地面的左侧、右侧还有中间还有下面都有脚垫。那么机器的这个上方呢，我们有一个红色的脚垫，我们上面还印了字，我们是 back on top。 那么另外一侧呢，我们是也有印有了文字，是 for those who dare， 这是我们 ROG 为勇者而生的一个精神。同时呢，在机器的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垫它也印着有这一些数字和这个字母，比如说我们印有181507还有2006-06，我们这些数字彩蛋我刚才其实都说过了，就是分别是 ROG 的字母的代号以及 ROG 成立的年份。嗯，行啊。那么一般笔记本的地面其实在我记忆中就不会有那么多设计元素在的。是的，那这也是 ROG 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且呢，我们在地面的前方还有 U 型的悬浮灯带，这个灯带是支持 RGB 光效和声光同步的。那么我可以大家看一下机身的前方。对对，所以说这可能是目前市面上地面颜值最高的游戏本了啊。那么顺便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接口，先来看它的左侧，有两个 USB 3.1 的 Type-A 接口和一个音频的一个接口啊。然后呢，还有几个接口在机身的后部啊，后部呢还有这个电源的接口在这边，还有我们的网线接口在这边，以及我们的 HDMI 接口，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功能 Type-C 和 USB 3.1 的 Type-A。特别这个全功能 Type-C 接口是支持 10GB 的速度，以及呢支持 DP 1.4 和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那不仅是轻薄本， PD 充电对于游戏本也有很多帮助，可以说是现在笔记本必备的一个功能。是的。那么我们今年 ROG 全系的新品呢都支持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嗯。那么下面我们打开这个笔记本啊，看一下我们键盘面的设计，我们把它撑起来。魔霸 5R 的掌托部分呢采用了 IMR 的表面处理，那么触感是非常顺滑的。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掌托的中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体化的触摸板。那么首先啊，这个大的触摸板看起来观感就非常不错啊，那并且呢也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可以非常的流畅的非常方便的使用多指的手势进行操作。那么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在我们掌托这一边有两个红色的标，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是 AMD Ryzen 9的标和 AMD Radeon 显卡的标。对， AMD 锐龙9和 AMD Radeon 显卡的标。对，信仰满满啊。嗯。那么这个键盘是采用这个四分区的这个 RGB 背光的一个光效，而且呢 WASD 键，哎，这几个按键可以看到是透明的设计啊，所以说它的光效是非常透亮的。另外这个就是这个开机键在这个位置啊，开机键独立于右上方，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误触，而且呢在键盘的左上角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有五个功能按键啊，它可以直接调节这个音量，还有呢我们开关麦克风，以及我们呼出奥创中心，还有调整风扇的模式。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网友啊，千万千万不要卸载 ROG 笔记本的奥创中心啊，这个软件有非常多的功能，非常的实用。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魔霸 5R 的屏幕。我们魔霸 5R 的屏幕呢采用了三边的窄边框设计，屏幕下方呢我们写有它采用的几项重要的特性，比如说我们有液晶导热，我们有300赫兹的高刷新屏幕，当然还有我们这个 CPU 处理器相关的一个性能贴标。行，那我们开机一下，将这个屏幕点亮看一下呗。好，那么新机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接电。行，那么在这个开机的状态下，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几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廖经理啊，就是听说这次 AMD 的 Advantage 游戏本标准特别看重屏幕素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对，我们在屏幕上面呢，其实 Advantage 有一些特别的定义。当然了， Advantage 主要是三方面定义，一方面是相关于性能的，一方面相当于屏幕的，我们需要高端的屏幕，第三面呢是相当于游戏体验的啊。我们说到屏幕这边呢，其实我们的一个基础要求就是144以上的这个刷新率，对吧？同时呢我们得支持 AMD 的 FreeSync Premium 的这一个技术，让你能够体验无撕裂不卡顿的这种游戏体验。当然呢还有呢有300尼特的亮度，嗯啊，完了3毫秒的这个响应，嗯，所以这个其实要求很高的啊。是，那魔霸 5R 的屏幕到底是个什么水准？那么我们魔霸 5R 的屏幕呢，首先它作为一个 AMD Advantage 游戏笔记本中的旗舰机型，那么屏幕方面我们肯定要追求满分的。嗯。那么我们采用的是领先的高刷新率电竞屏，具有30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以及3毫秒的快速响应时间。
而且有百分百的 sRGB 高色域以及支持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那这个300赫兹其实已经是远远超过 E44 这个入门级的标准了。对，没错。所以说这个魔霸5啊，采用 AMD 旗舰处理器加上显卡的组合，运行很多游戏，尤其是竞技类游戏，帧数会突破165。嗯啊，那如果只采用144或者165赫兹刷新率的屏幕，那就会产生游戏的一个体验的瓶颈。所以说呢，采用300赫兹的电竞屏幕可以获得最流畅的显示效果。嗯，在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的支持下面，也消除了撕裂，所以说几乎能在任意帧率下带来完美的游戏效果。对，其实除了这个屏幕之外啊，对 AMD 的 Advantage 笔记本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性能啊。是的，因为我们在跟LG 一起设置这个框架的时候呢，要确保我们的锐龙处理器和我们 Radeon 的显卡的性能都能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啊。当然，这台我们刚才说采用了我们最顶级的锐龙9的 5900HX 处理器和我们的最高端的Radeon RX 6800M 的显卡。而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还加持了一个我们独有的技术，叫 AMD Smart Shift 的功耗管理的技术，还有我们很多的 Smart 的软件技术，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给大家得到一个最强的这个性能释放的这个体验。嗯，行，那么说到性能，其实我认为啊，就不能不提到散热了。那这也是 ROG 游戏本的一大优势。那西元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魔霸5R的散热表现？那么我们魔霸5R呢，是采用了冰川散热 2.0 的增强版。可以说是一般散热的全方位升级。我们散热模组呢，采用了 CPU 和 GPU 双液晶导热，并且还有均热板的散热。嗯，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覆盖 CPU、GPU、显存以及供电组件，并且通过这样的设计呢，我们可以更加高效的支持 AMD Smart Shift 技术，带来更加优化的性能表现。行啊，那毕竟是个开箱节目啊，那相信观看的网友们都想跟我们一样眼见为实啊。那我有个提议，就这台刚刚开机的全新魔霸5R，咱们把它拆开看看结构怎么样？然后呢，西元再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当然了，我个人也非常想看一下这个魔霸5R的内部结构。好的，那么我们就满足一下诸王的需求，我们给他来一个现场的拆机。好，这样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一些。行。工具都准备好了，是吧？哎呀，非常感谢。行，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底面的这个螺丝对全部给拧下来。这底面一共有多少颗螺丝？我们底面呢，一共是有上面的四颗，加上中间的三颗，再加上底面的四颗，一共是11颗螺丝。那螺丝的孔径是一样的吗？螺丝孔径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长度会有区别。像我们上面的和中间的都是比较长的螺丝，嗯，下面呢，由于说机身会变窄一点，所以它的这个螺丝长度会变短。行，也是非常容易分辨的。绝对不会装错。大家如果说自己在家里有这个拆机维护的需求的话，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螺丝刀的刀头啊，一定要选好，是吧？否则的话会容易把这个螺丝给拧伤。那么这台电脑的话，其实螺丝都是一个规格的，所以说也不会用担心你中间要换刀头这个说法。而且它是十字的螺丝刀啊，十字的这个螺丝孔。整体来说，兼容性还可以。整体来说，我们 ROG 今年新品的维护性都是比较好的。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拆开。对，这也是非常适合那个硬件玩家。对，因为硬件玩家很希望那个维护起来方便一点嘛。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 DIY 的需求，比如说大家想加一加内存啊，加一加硬盘之类的。对的，包括清清灰什么的啊。嗯。行。好，那我们拆到最后一颗螺丝。这最后一颗螺丝其实和其他是不一样的。哦，怪不得。它是一个弹簧的螺丝。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底盖直接给顶起来了。对，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对，把这个底盖给划开。行，那咱们一块儿把这个机器给拆开了。好，哎，哦，对，这边有这个两条灯光的排线，灯光的排线，灯带的排线，要把它给取下来。OK， 那这个地方也，大家如果自己拆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对，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的这个内部散热的一个布局了。把它反过来对一下。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散热模组非常的漂亮。是的，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个散热模组的规格是，
那么我们摩霸5R的散热模组呢，是采用了双风扇的设计，并且四个出风口，还有一个大型的均热板。我们均热板呢，上面用激光刻蚀出了 CPU、GPU、显存和供电模组的位置的示意图。在均热板上方，我们还刻了一句话 ：“Cutting Edge Cool”， 这就说明说，不管说我们的设计非常酷，而且我们散热效果也非常酷。没错，那么摩霸5R它首次采用了 CPU 加 GPU 双液晶的导热，和普通硅脂相比，液态金属的导热效率可以达到十几倍，就是完全消除了这个积热的问题。对，那么正是由于说我们采用了这样的液态金属作为导热材料，我们就可以让 CPU 实现90瓦的持续性能释放。那么同时呢，这次我们在液态金属也应用到了 AMD 的 GPU 上面，效果同样是非常出色，配合我们的均热板设计可以带来更强的性能表现。刚才不论是液态金属还是均热板，我们都说的是负责导热传热的部分，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冷却气流来将热量排出机身。摩霸 5R 采用全新的12伏涡轮风扇，具有三组28片形状各异的叶片，那么一共是每个风扇是有84个叶片，相比于说我们最初的散热风扇，可以将冷却气流增加多达 50%， 并且风扇的噪音可以降低3分贝。行，那么双液晶还有这个均热板还有这个新型的涡轮风扇，那么这套全新升级的冰川散热系统实际表现怎么样呢？好，那么我们眼见为实，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摩霸 5R 这台的双烤表现。我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台摩霸 5R 的机器，那么同样我们给它接上电源来测一下这个实测的表现。对，现在的话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烤鸡的方法。那我们这次烤鸡的方式其实和我们比巴评测是日常这个给大家做评测的时候用的烤鸡方式是一样的。那首先我们 CPU 这边使用的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软件，叫做 AIDA64。AIDA64 的话主要是负责我们的 CPU 上面的一个负载。对啊，我们在烤鸡的时候我们勾选 stress。我们把这个屏幕面向我们的观众，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 CPU 的话用 AIDA64， 然后呢勾选 stress FPU，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 CPU 的负载拉到最大。然后我们使用一个烤显卡的软件，就叫做 Formark。对 ，Formark 可以让 GPU 的负载拉到最大。好，我们同时在后面开一个奥创真空中心啊，我们可以看到风扇的转速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好，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双烤的一个测试环境了。那么我们边烤鸡的同时，要不来说一下这套散热系统还有什么其他组成部分？行。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拆开的这台机器里面，它这些风扇啊、均热板啊这些散热组件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特殊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在键盘的 WASD 按键以及回车按键的附近，在它下面设计有进风口。是的。在游戏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让冷气从键盘这一面进入机器的风扇来为键盘进行降温，那么大家打游戏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凉爽。同时呢，在键盘按键 K 的下面，我们还内置了一个特殊的红外传感器，我们可以监控这个键盘表面的温度，而且我们可以自动调节散热，那么让我们这个表面温度呢是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下，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游戏场景。对，而且 AMD Advantage 呢，其实它对笔记本的框架定义里边也有温度这方面的，因为它是为游戏而生嘛，要提升我们的玩家在游戏上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对表面温度呢也设计了一个目标，就是在手托部分要在40度以下啊，完了在机器底部呢要在这个52度以下，所以说其实我们希望这种温度呢能给大家带来比较舒畅的这种游戏的体验啊。而且呢还要重点关注比如说 WASD 啊，大家经常用的这个键的温度，刚才我看有特殊的一个散热在上面是吧，我觉得这个考虑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周到的啊。而且刚才我们看到它的不管均热板还是它的散热风扇都是品规非常高的。是的。行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烤鸡表现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烤鸡的表现啊。我可以看到这个 CPU package 那个功耗啊 ,180 瓦，这也太高了吧，这是有什么特殊设计吗？
哦，这个其实你看到的180瓦呢，应该是一个 CPU 和显卡的共用的一个功耗解释 共用的是。对，因为我们有一个 AMD 的 Smart Shift 的技术嘛，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动的进行CPU 和 GPU 的功耗调节。就比如说需要 CPU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功耗给到 CPU。完了，需要 GPU 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功耗给到 GPU。所以这180瓦它是实时在动态调节的。明白了。那么有了充分的这个散热保证，我觉得用户最关心的其实还是性能部分，能不能给我们秀一下？好，那么我们来实际演示一下我们的游戏啊，我们用这个《荒野大镖客2》的 benchmark 来演示。我们首先把这个 benchmark 打开。好，那么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这款游戏。它对整机性能需求是非常的高，确实是大型游戏。对，我们看一下，我们是设定成了这个1920×1080的分辨率，特效呢调节到这个中等特效。好，我们来这个运行一下测试。这游戏是年度游戏是吧？对，这游戏细节非常的多的，所以对配置要求也很高。对，很考验设备的配置。各方面的配置，包括屏幕啊，包括这个硬盘啊 ，CPU 显卡都非常吃。行，我们测试开始了。一开始这个画面，它的这个是个雪天的一个画面啊，帧数在这个140帧以上。我到150了。是个夜晚的测试场景，是的，一到160多帧，对，它的帧数还是比较高的，在这个帧数下玩这个游戏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行，那么现在西元正在跑分啊，那这个时间我们也赶紧开启第二轮的抽奖，那奖品是这个 ROG 的信仰吃鸡杯，一共三个，观看 B 站的网友们现在赶快发送弹幕 ROG 魔霸52。那我们将在次日 B 站 ROG 玩家国度官方 UP 动态中公布中奖名单。再重复一遍啊，赶快发送弹幕 ROG 魔霸52参与抽奖。那本轮奖品是 ROG 的信仰吃鸡杯。好，那么这个测试好像差不多快跑完了，还有一段，因为有一段要在城镇里面打一轮枪战啊。我记得是有这个场景。那平时这游戏其实也玩的挺多了。对对对，这个游戏我玩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它这个细节真的做得非常好。嗯，好了，这是最后一个场景，这个亚瑟先去收个保护费啊。逼真度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对，他真的做的还是很逼真的。啊，收完保护费就走了。这个场景其实负载要求真的是很高啊，因为它这个周围的建筑啊、人物啊，这个数量都非常的多，画面非常的复杂。对对，可以看到这个帧数也从刚才140、150，哎，现在已经是回落到了110几。但其实流畅度还是很有保障。对啊，非常顺畅了。对，流畅度还是很有保障，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非常的流畅。就三 A 游戏能到100帧以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对，非常不容易了，这个光影效果也是非常的绚丽。嗯，你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美国西部已经有电线了。哎，这电线杆做的。好，那接下来这个警察就要来追这个主角了。我们的这个测试也快进入到这个尾声的阶段了。好像中间还有一个爆炸的场景。嗯，对吧？后面应该还有一个爆炸场景啊。这个爆炸场景的负载会把这个游戏的帧数和它的负载推向这个巅峰。就是稳稳的100帧以上，对吧？对对。一般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游戏在60帧以上就已经是非常流畅了。这真的是。这100多帧呢，我甚至可以说是电竞级的水准啊，把三 A 游戏玩出电竞级的这个帧数。嗯。好，它是炸弹了。爆炸的场景。对。爆炸能不能把这个帧数压下去、啊？也是扛住了啊。扛住了。嗯。这个游戏也是我们笔巴测试笔记本的一个非常会一直会使用的一个游戏，因为它负载真的很高，算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标杆级的一个作品，就是能把它压出它的全部性能。对，考验游戏本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很有说服力的。对，
最后它应该会蹦出一个最后的结果。对，对对对，汇总。是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平均130多帧的一个高帧数，可以说是非常流畅了。嗯，那么我们用MOBA 5R 呢，可以在大型 3A 的这种作品中可以获得非常流畅的游戏体验。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个游戏的测试。下一个游戏是什么？下一个游戏是我们也是一款 3A 大作啊，是这个地铁逃离。哦，地铁逃离。这个游戏有点吓人，我觉得。但是也是我们这个测试，我们底吧测试游戏本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游戏啊，因为它有一个 benchmark。对，它有一个 benchmark。它的那个每一个场景都是规定好的，所以说也是非常可以用来比对游戏帧数的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嗯，开启这个 benchmark， 画质设定为高特效。好，那么我们开一下。那像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我们比吧经常测的。对，因为它对于这个画质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3A游戏啊。那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游戏啊，因为它测试起来其实非常方便。对，有 benchmark 的3A大作，我们像测试硬件的话都非常欢迎。对，而且像这个测 benchmark 的还有不同的档位，比如说特效可以调什么样啊，抗锯齿啊，还有什么，对对对，甚至还有一些光追的一些选项。嗯，其实对于很多玩家选电脑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借鉴，是吧？对，因为它更有实际意义嘛。对，因为如果说跑分高的话，其实大家可能特别是小白啊，对于跑分其实不是特别看得懂，是吧？但是呢，对于游戏来说，这个游戏帧数高不高？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是吧？那么像我们比吧，其实我看测试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游戏，我跟我们介绍一下。对对，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像我们测试过的那个《荒野大镖客二》，对，一直测试。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铁逃离》，我们也用。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刺客信条》啊，最新的那个《刺客信条：英灵殿》，对，我们也会用。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大作，超级三 A 大作，就是我们《赛博朋克2077》。对，对，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三 A 大作。对对，确实。好，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的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屋子里面有很多烧起来这种火焰的粒子特效，它这些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硬件的要求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可以看到它进入到这个烧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帧数其实是有一点下降。对，尤其像这种火焰啊之类的特效，其实不光是对显卡有很高负载，对 CPU 其实也有很高的负载。那么甚至说，有的时候我们测试甚至把这个地铁逃离啊，像这种 benchmark 当做烤鸡的工具来用。因为它的功耗、它的负载真的非常的高，对，所以说它才能作为这么一个烤鸡软件使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好。嗯，地铁现在这是第三座是吧？对，像之前有那个地铁2033和那个地铁最后的曙光，那么逃离就是它最近新出的，也不是最近嘛，前两年就出来了。但是它画质确实是这三座里面最好的。对对对，地铁其实这三座画质都是不错的，都是同时代里面的一个顶级画质。好，那么我看这个 benchmark 好像差不多要完成了。对对对，要基本上到尾声了，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一会儿这个帧数成绩究竟如何。好，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帧数啊，游戏帧数有，可以看到是接近100帧了吧，对吧？接近100帧了，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帧数还是非常优秀的啊，这也是得益于这块旗舰级的 Radeon 的 RX6800M 显卡。对啊，嗯，其实这次的 RX6800M 呢，其实也是我们 AMD推出的最高端的游戏显卡，其实有很多的新的制程技术在里面，比如说7纳米的制程，包括 RDNA2， 这是我们现在最高的这个架构啊。而且呢，它的这个时钟频率也很高啊， 2.3G。同时呢，特别值得强调是它用了一个12G 的 GDDR6 的显存，所以说也不会出现 3A 游戏这种爆显存的这种事情啊。基本上可以达到了媲美台式机的这个性能。刚才看到其实 3A 大作都能跑到100帧的这么一个水平，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了。是的是的。完了在 AMD Smart Shift 的技术支持下，其实它能看到它能有比较好的一个性能加持。好，那么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在现场做更多的游戏测试了。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几张跑分表，那么大家肯定就会有比较直观比较深刻的了解了。行，那么这次的跑分的话也是有几个比吧我们常用的项目啊。对。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是 Cinebench， Cinebench 25和20。嗯。对。那么我们选用了我们这个最新的锐龙95900HX 处理器，跟我们前一代的4900H 来做一个对比啊。可以看到说
在 R15 这个跑分里面，不管说单核还是多核，我们都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啊。嗯、是的，确实提升非常巨大、嗯。对，我们在 R20 里面也可以看到啊，其实提升也是。可以看到它这个 R20 的这个多核是多少？5654啊，这是个非常非常高的成绩了，是的可以说这个顶级水准。我也觉得这个跑的真的很高、啊，顶级水准。嗯。好，那么除了我们有测 CPU 性能的这个 CNBench 之外，那么还有测整机游戏性能的，比如说 3DMark，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Firestrike 的成绩。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图形分是有33000多分啊，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成绩了。对对对，是的。嗯，然后我们是 DX12 的这个测试 ，TimeSpy， 我们有啊超过11000分的图形分。是的。那么在光追测试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说明我们 AMD 移动端显卡在光追游戏方面也是有非常好的实力的。是，好呀，行啊，那这个跑分啊我是看够了，那确实也很惊艳啊。那么 AMD 还有哪些特色功能？嗯，我们是将一些 AMD 的特色功能呢整合到我们的奥创智控中心里面，大家可以在这个设备页面可以看到我们有 AMD 显示设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边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功能，分别是 Vaden Chill， 然后 Anti Lag， 还有这个 Vaden Boost 的三个功能。那么我们请廖经理来跟我们说说这些特殊功能分别有什么效果吧。行，其实这些功能各有各的功能啊，我们挨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呢，就是 Vaden Chill 呢，其实是 Vaden 显卡专门打造一种智能节电的功能。比如说你在移动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打开这个之后，你玩游戏的这个时间会更长。它可以就是说，通过限制你的 FPS 呢，能让你这个显卡更加节电，这样呢，你玩游戏的时间就会更长啊。这是专门为延长续航时间而做的啊。同时呢 ，Radeon Anti-Lag 呢，就是抗延迟这个技术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有用啊。就是说，它可以减少输入的延迟，提供更快的响应。那在游戏里边呢，其实我们很多的应用都是通过键鼠，完了跟在屏幕上有这个响应的时间啊，而我们这项技术呢，就是可以让你怎么说呢？通过每一个点击的时间上面呢，它可以极大的进行缩短啊，这样呢也增加你的这个响应的速度啊，同时呢你在游戏的感受上，你会觉得实际也是这样的，有更快的这个响应，就是你操作起来就更跟手了，这样。对对对对对，你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啊，特别是 FPS 游戏。我们还有一项这个 Radeon Boost 的技术啊，对 ，Radeon Boost 的技术其实是更有效的提升你的这个 FPS 了啊，就是它通过动态的降低整个帧的分辨率来实现这个更高的帧率。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在游戏里来回去看的时候啊，转头的时候，其实你在中间所看到的画面你是不 care 的，一闪而过，一闪而过，对。而在这里边呢，它可以通过降低这个分辨率来提升你的帧数，而且这个提升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你在游戏里不会受感觉到画质有任何的影响。这个功能原来呢是只知道 DX11， 现在呢可以支持到这个 DX12 的游戏了啊，是会给你非常明显的提升游戏这个性能和响应速度的这个感受啊。现在的吃鸡啊、守望先锋啊都可以支持这个技术。嗯，那么 AMD 在这个全球的发布会上其实公布了一个 FSR 的技术，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廖静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对， FSR 是简称啊，就是说我们有个中文名字啊，叫超级分辨率锐化技术。超级分辨率锐化技术它是围绕先进的空间放大算法啊而研发出来的，它可以极大的提升游戏的性能，特别是像光追这样对视觉要求非常高的啊这种能够让你的游戏帧数降低的这种情况下，它会给你更好的一个表现啊。而且首批支持FSR 技术的游戏呢其实已经公布了啊，后面呢其实越来越多的游戏工作室啊包括游戏会上来，就只要是这个游戏支持 FSR 技术，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帧数提升的体验啊。行，那么 AMD Advantage 游戏笔记本电脑有其中有一条重要标准，就是为游戏而打造。那么这条标准咱们该如何理解呢？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性能啊和屏幕啊包括刚才的温度啊这些给客户的体验之外啊，其实我们还对其他的硬件，比如说至少有一块 NVMe 的这个硬盘，让你实现的快速的读取和快速加载
啊，这对游戏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些小细节上，其实我们也持续跟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像 LG 啊一块儿把它做得更好。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续航，因为大家很多人说游戏本不关心续航时间，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其实对续航也有一个我们的硬标准啊，就是要达到十个小时以上的视频播放时间。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游戏本其实也是需要关注续航这个指标的吗？啊，对，因为我觉得游戏本它也是需要移动的嘛，你要不移动就是个台式机了嘛，所以只要移动的设备，我觉得都会外出，都会存在着续航的问题。好了，其实我们今年的新品笔记本都是非常关注续航这个指标。嗯，那么我们这台摩霸 5R 呢，是采用了90瓦时的大容量电池。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拆开的这台，我们下边这一长条全都是电池。那么除了在电池方面做了这种扩容之外呢，我们在软件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屏幕里有我们的性能模式调节功能，我们还可以开启这个面板省电的功能，可以进一步的提升续航。是的，而且呢这个摩霸5R还支持 PD 充电，千万不要忘记，对吧？如果说外出使用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用 PD 充电器，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降低旅行重量。对，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设想一下，你把摩霸 5R 带到图书馆，哎，然后咱们再把它调节成静音模式，完全就不会打扰到别人。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 PD 充电器就可以给摩霸 5R 充电，那查资料写论文也非常方便。是的。好，那么因为说续航测试啊需要测非常长的时间啊，我觉得在这里就不实测了，就通过图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摩霸 5R 的续航能力。摩霸 5R 呢是通过 PC Mark 10的续航测试，就是工作模式下可以达到大约 10.8 个小时的续航。那么我们视频播放的测试呢是可以达到大约 11.4 个小时啊，其实是续航能力非常长的。是的，那这里我要再重复一下刚才我嘱咐大家的话啊，就是购买了 ROG 笔记本千万不要卸载奥创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个 Armory Create 这个软件，很多功能都是在这里面设置的。那么西元，这个奥创中心还有什么功能可以设置，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那么我们也接下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我们奥创中心有哪些功能。那么据我了解啊，其实我们很多 ROG 游戏本的用户都非常喜欢 RGB 炫酷灯效。对， RGB 能够有效提升性能，对吧？那么尤其说我们还有个神光同步的功能啊，我们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我们只要进入这个 Aura Sync 的页面，我们勾选我们的笔记本，还有比如说这个外设，我们这边用一个鼠标来做演示，勾选上，然后选择一个光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我们这边选一个闪烁吧，可以让它勾选一个随机颜色，让它变得快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鼠标和键盘是一个同步的状态。好，那么除了我们在 Aura Sync 这个页面有一些基础光效之外，我们还可以在 Aura Creator 中自定义这个光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显示了我们摩霸 5R 的笔记本和一个鼠标，我们把这个设备的位置排列一下，然后我们选中这个图，选中这些光效的区域，我们设置为一个图层，然后这个区域呢我们把它设置为另外一个图层，然后鼠标可以单独再设置为第三个图层。我们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不同的这个光效放到我们不同的图层上，就是说可以调节它的时间长度，调节它的灯光效果，调节颜色，然后循环持续的时间都可以不断进行调节。看上去这个功能非常的多啊，就像视频剪辑一样。那么相信喜欢这个 ROG 产品的玩家就这个功能就可以玩上一天了。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让用户玩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功能啊。是的是的。嗯，那么除了我们灯光的部分，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音效的方面也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我们摩霸 5R 采用了杜比音效，并且配有 Smart AMP 智能功放，那么整个的音响效果是非常的震撼。那么今年的 ROG 笔记本在音效上面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很多用户也确实都给出了好评。是的，那么除了我们非常出色的音响之外，我们摩霸 5R 呢还内置了双向 AI 降噪的功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只要把这边打开，就是开启了双向 AI 降噪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在游戏直播、网络会议或者一些其他的你只要用到音频通讯的场景，你说话和收听都会变得非常清晰。天哪，真的确实非常实用啊。好了呀，那时间也差不多了，相信屏幕间的观众也对摩霸 5R 这台游戏本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双液晶散热、旗舰级显卡啊、300赫兹的这个高刷电竞屏，以及3-2组合带来的特色功能，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炫酷的这个灯效设置，这些都让 ROG 魔霸5R成为了当前游戏本市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那两位嘉宾各自总结一下这两款产品吧，好吧？那廖经理先来。好，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款产品呢是采用 AMD Advantage 技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选游戏本的时候呢，能够通过 AMD Advantage 这个笔记本电脑，能够轻松选到自己喜爱的这个游戏电脑啊。同时呢，买电脑的时候呢，还要认准，我们在机器上面啊给大家贴的标识啊，就是我们的锐龙处理器和我们的V2显卡啊，认准这个标是吧？对对 对， 对啊，这很直接也很自信啊。这相信屏幕前的用户们又想打出那6个字母了，是吧？好，那希望有什么要说的呢？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全面了。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友情的提示，我们 ROG 魔霸 5R 已经在京东商城开启了预约，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行，那很实在的提醒啊，那谢谢西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分享，好了，那开箱直播就到这里，也请关注比巴评测室，那关于魔霸5R还会有更详实的解读。感谢大家，我是朱王，再见。再见，再见。